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是模拟市民四吸血鬼系列的第11集。那我们就来继续相册进度吧。那上次呢，我们的 Nick 和我们的 Sasha 来到这个新空俱乐部，来这边约会哦。这边的夜景是不是十分美丽啊？看那边的高楼大厦，哇，真的好漂亮啊！这里呢是艺术区，中间有一个很漂亮的喷水池广场。对啊，这边夜景真的超美嘞！看这边，这个大楼灯光都是彩色的，超酷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吧，看一下我们的 Nick 跟 Sasha 他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他们在这里，在这边一起看着旁边的美景，两个人一起看着蓝跟外面的美景，哎，真的好浪漫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进行他们的约会吧。哇，你们现在是怎么样呢？怎么了？那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刚刚那靠近小小一下，我还以为他去抓他的手哎，那累的。Nick 现在充满了活力哎，可是我们 Nick 呢，必须要属于挑逗情绪才可以啊。真是的，Nick，融入一点情调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 Nick 呢，亲一下小小的手好了。哇，我们 Nick 亲了小小的手了，看着气氛不错哎。好，那么就是哦，我们那个呢，再来一个飞吻，然后等一下是不是来一个亲亲呢？再来亲一次喽。好，再送一朵玫瑰花，然后再来亲一次，再来一个拥抱，然后再来一个诱惑的耳语，然后再来亲一次。好，就这样。哇，先来一个飞吻，然后呢，再来一个玫瑰花。Nick，你背后怎么这么多的玫瑰花啊？感觉都拿不完呢。哇，然后再来亲亲，真的是灯光美，气氛佳哎。然后再一个拥抱，然后再来呢，在耳边讲一点话。我觉得等一下我们 Nick 可以跟小傻问说，能不能当我们 Nick 的女朋友嘞？感觉是时候问了，因为感情套已经抛满啦，感觉差不多了，是时候了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吧。不知道小小会答应呢？感觉应该会吧。好，我们那个来问小小喽，问他说能不能当我的女朋友呢？要来个命运瞬间了，究竟小小会答应呢？好，我们来看喽，我们的小小是不是会成功的变成我们 Nick 的女朋友呢？我还聊什么？聊麦当劳吗？还是聊肯德基？还是聊游戏耶？哇，小小说好哎，然后一起拍一张合照，哇，真太可爱了吧！好，太好了，小小现在是我们 Nick 的女朋友了，哇，小小刚变成 Nick 的女朋友了，太开心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亲吻一下小小吧，然后等一下再来拥抱一次哦。好，我们还可以跟小小来一个，再摸一次脸颊好了，然后再来亲一下脸颊，然后再来一个亲亲。然后再来牵个手，好，就这样。感觉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浪漫条给它练满嘞。对啊，真的还不错哎，哇，要摸脸颊，然后被摸脸颊的一方都要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哇。其实我觉得啊，模拟市里面亲脸颊的动作真的很浪漫哎。我觉得亲脸颊的动作感觉甚至比直接亲吻好浪漫哎，这是我感觉啦，我也不确定。好吧，既然这么浪漫。我们是不是来阐述一下至死不渝的爱呢？对我们的 Sasha 表明一下说，我们的 Nick 永远爱你啊！哇，还有这个诗集耶，超浪漫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哦，我们再来称赞一下 Sasha 的外表，跟他说：“Sasha，你今天看起来特别美丽啊！”然后呢，再来摸一次脸颊吧，因为我很喜欢看他摸脸颊那个动作啊。诶，不是摸脸颊啦，我要亲脸颊。亲脸颊哪里？在这里，然后再来一个拥抱吧。好，再一个拥抱哦。好，就这样。我还可以阐述永恒的爱耶，宣告永恒的爱耶，其实给专用的。好，这感觉不错哦。后面让我们 Nick 对我们 Sasha 表明一下说，我对你的爱啊，是可以完全可以经过时间考验的，永远不会变的，至死不渝。真的好浪漫哦。然后我们来摸一下脸颊喽，
然后用那个脸颊的亲亲。对啊，我Oh, 珍珠脸颊亲亲，看起来真的好，wonderful. 就是感觉很甜。Oh, 'tis fine, Hogan. 哇，又摸一次脸颊，你们怎么这么爱摸脸颊？On Malibu? 可能 Sasha 皮肤很好吧。SMA. 然后 Sasha 又来到麦当劳了。Ma'am, Sasha sir. 是肚子饿了？我严重怀疑 Rogobotion. Sasha 是肚子饿了，Crabs of 还是我 Wood. 们要带 Sasha 吃个东 French 西？Vermin. 因为他只在聊麦当劳、肯德基，所以我觉得也许他肚子饿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买点东西吃吧。我们来点一个什么呢？来点一个叫浪漫的食物好了。我们点一个火腿跟 cheese 拼盘，是不是特别浪漫呢？感觉很有法式风情哎。好，我们 Nick 先去点呢，小小你等一下，我们 Nick 马上回来。Nick 先来点吧。哇，凌晨一点了，还有人在吗？有，还蛮多人的，看大家就是夜猫子哦。好，我们可以拿过去那边跟 Sasha 一起吃吗？哦，Sasha 要过来了。对啊，我想说拿过去那里一起吃，那边的气氛比较好，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哦。这个我把它移过来这里，放过来。好，我把这里过来喽。来，Sasha 过来这里吃吧。等一下，你该不会要去那里吃吧？过来这里坐着吃啊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。来，Nick 坐这里，坐这里。Nick 回来啊！哇，你们要去哪里？坐过来这里。这边灯光美，气氛佳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的约会结束了，哇！Sasha，你还在吗？还在，幸好。好嘛，行，即使约会结束了，我们还是可以把 Sasha 加到我们的群组里。然后来吧，坐过来这里一起吃。我们那个表示有点孤单啊，一个人坐在这边吃。哇，Sasha 不来哎，Sasha 先离开了。好吧，那算喽，可能是明天还要上班吧，所以 Sasha 回去休息了。不过哦，来了来了，误会你了，Sasha。哇，坐在这边一起吃，感觉气氛不错哎。对，我忘记了，那个现在吃人的食物是感到肚子怪怪的，哇，肠胃在翻滚的搅动，想吐。怎么办？好辛苦。好吧，现在给我们去厕所处理一下好了，看一下是不是去吐一下，还是上个厕所之类的。好，我们那个需要上厕所吗？其实也不用哎。好，我们那看来是目前还好，还忍得住。哇，那个是一副想呕吐的样子，看起来很不舒服，有没有？哇，很想要吐，可是呢又吐不出来，真的是辛苦了。可是没办法啊，如果只有我们 Sasha 自己吃，不是感到很怪吗？我们那个必须要陪他一起吃的。至少 Sasha 回来陪我们那个了。不过凌晨3点了，感觉差不多时候散场了，好吧？那我们那个就跟 Sasha 说个再见呢，我们来一个 kiss goodbye 吧，好，来抱抱一下哦，然后来一个最后的 kiss goodbye。怎么了？怎么又减少了？好，我先选一下这个哦。哇，先来个温馨的抱抱。那凯的肚子不舒服吗？快好了。哇，宝宝，我还亲他额头，真的好甜哦。然后再来一个 kiss goodbye 吗？来那套亲1小时的，你们准备要亲了吗？哇，那个感到很有自信哎，请一起亲亲吗？好像是，来你亲一下吧。怎么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Sasha 怎么也吐了？Sasha，你该不会也是吸血鬼一族吧？然后你该不会弱点跟我们 Nick 一样吧？怎么你吃人类食物之后你也想吐啊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突然间多一个未解的谜团了。还是 Sasha，你是为别的原因而吐吗？不要吓我们哦。不知道啊。好，你们不是要坐着亲亲吗？好，要来喽，来那套亲1小时的吗？还是你们要深情对望？好，我感觉他们好像比较想深情对望哎，比起这种肉体上的接触，他们更想要精神交流啊。深情对望，一个眼神就感觉到真情流露了，完全不需要碰触，有没有？好吧，就这样喽。那我们那个是不是跟 Sasha 说再见了，要回家喽？啊，怎么了？那个需要帮 Sasha 按摩。好了，按个摩喽。好，按完之后，我们来拥抱一下，就真的要离开了，因为很晚了，明天需要上班。来拥抱一下吧，
来一个拥抱，在哪里，so 呢？so 好，那因为我们悄悄离开了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直接离开吧？好吧，刚坐桥上不能拥抱，哎，要站起来才能拥抱。来，Nick 回家吧。那个状态有多差的，又没有吃味极，然后肚子很饿，怎么办呢？那快回家吧，回家好好的休息一下。来，走喽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发现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哎，我们 Nick 呢，他现在不能移动，哎，不能移动到其他地图，因为他说这个场所呢，像吸血鬼正在试图破门而入。可是哪里有啊？哼，我们在公共场合，哎，谁要破门而入啊？这个俱乐部、这个夜店明明就是公开的啊，随便谁都可以来啊！怎么回事啊，弗拉迪米尔？是你害我们那个不能回家吗？对吧？我按这个回家按钮，那个也不能回去呗。你还说，目前这场所有吸血鬼正在破门而入，所以我不能离开，怎么搞的？然后 Sasha 也在。可是我们那个肚子好饿哎，怎么办？然后我们那个也没有去位置。还是我们 Nick 来这边唱个歌呢，唱个歌补充一下趣味值呢。好，我们唱一个 House 的音乐吧。因为我们那个现在不能干嘛，也不能回家，完蛋了，被困在这个地方了吗？太好笑了！哇，我们那个现在不能回家耶，不行，糟糕。好吧，趁这个机会，我们 Nick 来唱首歌吧。那个初体验。Nick，你有在唱歌吗？我怎么觉得 Nick 的歌喉非常的有磁性啊？可是有点听不清楚，有点小声啊，Nick。你有在唱吗？有没有声音很有磁性，可是感觉有点中气不足？可是 Nick 唱的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然后等一下要上班了，等一下如果开始上班，我们可以离开吗？如果等一下上班还不能离开，就搞笑了，真奇怪。OK，走了，终于。好吧，我们直接要上班好了，真是的。哇，然后白天了，我们得开始烧了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去上班了，再5分钟。真是辛苦了，彻夜在这地方约会、熬夜，然后唱歌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我们去上班。好，我们 Nick 来到医院了，Nick 简直是彻夜通宵哎，真太辛苦了。好，快到室内吧，又开始烧了，又变成人体火柴啦，人体打火机。好，快进去喽。今天是 Sasha 上班吗？是耶，哇，太开心了。好，那我们当然呢，要跟我们的女朋友，跟我们 Sasha 先来一个温暖的拥抱喽。然后就来工作了。哇，这感觉真好啊！今天上班有 Sasha 的陪伴，感觉真不错。好，来拥抱一下吧。然后我们那个肚子好饿，又没有去喂食，又没有体力耶，真辛苦。好吧，来 Nick，我们进到我们那个专属小房间，过来这里。我们那个专属休息室啊，靠这边有空房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在工作之前呢，先来冥想一下，补充一下体力，来黑暗冥想。哇，坐着就浮起来了，很像这种印度啊，印度的冥想，可以训练那个蛇会跳舞，有没有？看着有点像。好，等那个冥想完毕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努力工作了。我们那个在 Sasha 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嘛，让 Sasha 觉得说我们那个是认真努力的好男人呐、啊，值得托付终身的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努力工作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就要先跟三个病人打招呼。好，这是谁呢？是谁？是 Wolfgang 吗？对，就 Wolfgang。那刚来一个欢乐自我介绍吧。好，那快过去喽。可是那个肚子很饿哎，怎么办啊？我们来刚刚打个招呼喽。好，那我们那跟 Wolfgang 打招呼完之后呢，我们再跟这位是谁呢？Mortimer，Mortimer 怎么啦？身体不好吗？好，那可以来跟他打个招呼喽。跟 Mortimer 打个招呼，Mortimer 你还好吗？哪里不舒服？不知道 Mortimer 血好不好喝哎？
不过目前对摸鱼戏好像没什么兴趣。我们那个要喝美女戏啊，是吧？好，我们那个再跟，这小姐 Yolanda 开打个招呼吧，也是要来个欢乐做介绍哦。好，那快去吧，然后来个欢乐做介绍。然后呢，再到冰场上吧。来，Yolanda，请跟我们 Nick 往这边走，我们 Nick 带你进冰房。好，快过来吧，走过来这里。诶，这不是 Wolfgang 的房间吗？对哦，Yolanda，你要睡这里吗？应该是吧。好，Yolanda，坐过来这里喽。那我检查一下他吧。我们先检查他的眼睛，看他眼睛有没有什么问题呢？然后等一下呢，在他的口内取样一下。好，你快过来吧。我们先来他口内取样过喽，然后再检查他眼睛。哇，小姐，你眼影真漂亮啊！你偷懒呢，还蛮酷的。诶，我们还没有检查口内吗？好，我们再检查一次哦。看口内的这个细胞，给他取样一下。哇，成功取到了吗？有了，太好了。然后再检查 Yolanda 的耳朵，看耳朵温度怎么样呢？你再帮我两个耳温喽，来，耳温枪，还有透视光线耳温枪啊，这根本镭射枪吧，太强了。有了吗？有喽。那还有什么任务呢？好，没有了。那我们去检验一下吧，检验一下我们刚拿起来检体，看怎么样呢？我们来检验一下 Yolanda，看她的口水。看口水里有什么奇怪的病菌吗？然后检查一下吧。我们 Nick 要开始认真啦，展现认真努力一面。Sasha，你有在看吗？你有看到我们 Nick 今天这么努力的上班吗？有没有觉得 Nick 异常的迷人呢？是不是？哇，这个角度不错哎，可以同时看到 Sasha，也可以看到我们 Nick。Nick 今天真的很努力哎，明轩昨天跟 Sasha 在俱乐部相处一个晚上啊，感到十分开心。那我们 Nick 把 Yolanda 的口水检查完喽，有发现什么吗？还不知道。好了，转换一下我们的 case 吧。我们跟着谁？这个是 Saya。好了，转换一下我们的 case 喽。该讨论一下 Yolanda 的病情，然后看怎么样呢？是需要来转诊呢，交给我们的 Saya 来接着诊治呢？好，我们解完喽。我们再来一个，上网搜寻医疗期刊，你快来搜寻吧。诶，奇怪，今天那个好口味的没有来哦。真的，今天 Nancy 没有来耶。哦，来了，才刚说 Nancy 怎么没有来，就来了，好口味的。再说呢，其实我有点好奇，我们的 Sasha 不知道口味如何呢？一种爱到极致，是不是应该尝一下他写意呢？好，没关系，非常先好好上班吧。我们那颗努力忍耐的，虽然我们那颗爱 Sasha，可是呢，我们还是努力忍住，不要对 Sasha 下手了，是不是？毕竟这个是会痛的，会痛的爱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吧，我们来检查病人的体温哦。那这边的病人好像都诊治过了，那我们再来吧，我们带人带新的人进去病场。我们带谁呢？我们带 Nancy 好了，来 Nancy，请跟我们的 Nick 进病房。那快去带位吧，怎么有种服务生的带位的感觉啊？哇，Candy 干嘛？Candy 穿着进来说：“嘿，我听说你跟 Sasha 开始约会了，恭喜恭喜，交到新女朋友了。”怎么感觉 Candy 穿着简讯当中带点酸味啊？吃醋了吗？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的 Nick 呢，把 Nancy 带到病房里喽。Nancy，哇，这个被咬得痕迹还在这里。Nancy 该不会是失血过多来住院的吧？是这样子吗？总真的觉得给对他感到有点抱歉，可是没办法啊。他们称赞一下好了，称赞一下他的脖子。他说：“Nancy，你脖子上面这个两个红点，看着真漂亮啊。”新的纹身吗？哇，Nancy 生气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哦。跟他说，Nancy，你心脏的跳动声音好大声哦，看你的血液品质不错哦。讲一些怪怪的话。哇，Nancy 又生气了吗？Nancy 想着这个音乐怎么搞的？
Vina Iffelim. 这个护理师这么奇怪，Say panda. 好吗？行，我 Sounds 帮我 like 量一 a 下体 milk 温吧。chimney. 来，我们立刻帮你量体 Controlled 温，by whims, 绝对只 Bob. 是单纯量体 Big 温啊，没有任何企图。来吧，啊，好，我们立刻帮我量口温了，量完了，Sorg. 然后再来口内取样吧，蘸一下他的口水。How you say? 好，我们来取样喽，Coprio. 取一下 Nancy 的样本。Coprio. 来，Nancy，嘴巴再次张开。Ferrix. Nancy 感到非常不舒服哎，他已经觉得他幸运财产受到威胁了。跟这诡异的会咬人的护理师在同一个房间里面，真是辛苦 Nancy 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哦，我把 Nancy 呢检查一下他的耳朵，他耳朵里面有没有藏什么奇怪的小虫子呢？好，我帮他检查一下他耳朵哦。来，Nancy，用这镭射枪贯穿你耳朵，里面有东西吗？好像没有。还有什么半规管，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再来哦，我们再检查 Nancy 眼睛。来，Nancy，眼睛张开，我们也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瞳孔有没有漂亮。哎，不是这样子啦，我们是要看有没有问题。好，再玩一个喽，有银牌吗？好像有哎，那我们好啊，结束了。哇，我们那天赚了184元呢，然后得到一天假期耶，还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得回家喽。好，那我们得回到家喽。我们今天玩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。如果喜欢，请帮我一个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还有别忘记订阅接收最新消息哦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